好，我们接着镜头转到国外，带您来看的是菲律宾的万年寺，日前是接待了斯里兰卡驻菲大使还有官员来寺祈福，法师们带领群众来到佛前来献灯，这也见证了斯里兰卡的传统祈福仪式，也牵起跨文化交流的因缘。以歌唱礼赞佛陀，斯里兰卡驻菲大使带领官员们莅临佛光山万年寺祈福，住持妙净法师欢喜接待，带领前往大殿献灯礼佛。迎接斯里兰卡传统吉祥日，万年寺法师为大使及官员们诵经祈福，结合大众虔诚祈愿疫情早日平息，双方互赠结缘品圆满仪式，也为这份跨文化交流牵起美好姻缘。人间卫视菲律宾马尼拉综合报道。